よ。我们这边的香瓜有什么特色呢？我们目前哈所种植的哈，就是有不是以之前为产量为导向的，就是以一株为一果，所以它最精华的都保留在这一颗果子上的比例，微乎其微哈，都一般都用有机之材哈，所以会增加它土壤的肥沃哈，那相对的在整个美浓瓜的口感风味上哈，更能代表哈独特它的一个品味出来。那也利用这个机会啊，来推广给我们所有的全世界的所有的消费者，希望把我们台湾的优质的产品，把它往国外来推广。这里欢迎大家来台湾嘉义品尝牛奶香瓜，赞！我跟后面比赞，再次。Play Melon Ice Cream Days， 作っています。じゃ、食べます。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。还有没加？